我本来选的颜色是我很喜欢的，哪一招被你抢了？收看我的开箱，这次呢，我的 haul 呢就是 Zalora.com。我这次是第一次自己买的，因为之前都是叫我三姐或是叫我的朋友帮我买，然后这一次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 debit card， 然后自己去 order， 自己去 online shopping， 然后自己买。然后你会觉得我的头上也生了一根草。其实不是草，是叶子。对对对，其实是我的哥哥从台湾带回来的，非常的可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我长高了，没有啦，开玩笑，看不到是吗 ？OK， 所以呢，这次Zalora呢，它的网站呢，其实也有写要怎样买。就是自己 shopping， 然后放进你的 card， 然后过后你 confirm 了过后，你就不知道是去一个 check out 是吗？是叫 check out 吗？其实他网站会教你怎样买，是 very simple 啊。我买的时候我是被吓到，哦，这样快我就可以买到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 tips 呢，就是去 focus on 那个 discounted items， 就是好像平常我这样子哦，我之前都是 focus 那些 discounted 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 category 让你按了你，然后它就会从最贵的排到最便宜，然后我是从最便宜的看起的，这样子才是经济又实惠，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 tips 呢，就是你如果是在那种 festive 的时候呢，我买的时候好像是差不多要。黄色大促销，好像是1212双十二，所以呢，它就有促销，就很多 discount。然后我就在那边 shopping 的时候 ，online shop 的时候啊，我在一样一样看，然后 add 进我的那个 cart 的时候呢，我本来就是收了一个sling bag， 然后它颜色是我蛮满意的，啊，就是看那个 picture 我想要的那一种啊，因为它有别种颜色嘛，然后就放进我的 cart， 然后在扫一半的时候，哎，为什么我的 cart 少了一样 item？然后就人家跟我抢去哦，然后我就 ，Oh my god， 然后我很伤心，然后我就去买了另外一种颜色，然后赶快去给钱，然后我才安心下来。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真是很伤心，因为我想要的最后一个，因为他的关帝帝剩下一个吧，然后就被人家抢了啊，所以可是不用紧，我非常满意这一个代替品，是你们一放进你们的 shopping cart 的话。要快点快点刷完啊，我快点去给钱，要不然就是被人家抢啊抢抢抢。然后第一个我买的就是 Zalora 的 Basic， 它是一条 dress， 就是这样的，这样子的咯。 OK， 所以它是那种有一点 off shoulder， 所以是蛮 sexy 的。它品质蛮不错，因为它是蛮滑，它不会好像有些淘宝以前我买的，它是那种有点 cheap 的，只可以用 cheap 来形容那种。以前啊，二年前买的，不是上一次买的。然后这一件才35块钱马币，35。然后好像是本来是差不多80多，还是 maybe 有过百，我也忘记哦。我就是看到它有 discount， 所以我就去买，所以蛮值得的。超级值得。然后第二件呢，就是FOS 的 shorts， 滴滴，非常可爱。我就是看到这一只，拜拜 ，Oh my god， 非常可爱。可是哦，来的时候我被吓到，因为太短了。Oh my god， 你看这样短的能穿进去不是 ？Oh my god， 这个不能穿，我跟你讲。然后过后我有试穿，然后我姐姐讲太短了不可以穿，然后我讲哎，我里面可以穿那种很紧啊那种运动裤，然后再穿这件我们是可以可爱的去跑步，所以哦不要卷出去啊，我自己穿了，里面穿一个内搭裤好了。所以这一件是时令级，本来是20块马币，然后这一件哦它比较久来。好像是差不多4-5天左右才来，因为另三样 items 很快很快来，就是我今天5点
我订了，我给钱了，然后隔一天12点就到我家了。Oh my god！ 然后可是这一件会比较迟，我也不知道，就是 Zalora 的 spot， 然后是29令吉，就是这样子的。没啊，这一件就比较好，就比较正常，它就是比较长一点，然后可以去运动哦。然后它的材质蛮不错的，就有点好像防水的感觉，所以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件。本来好像是四五十块，好像是40-50块左右，我也忘记了。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啦，就是那个说我之前买那个 sling bag， 就是我刚才讲，然后我本来选的颜色是我很喜欢的，哪知道被人抢了，它变39块，所以是这个，很大个是不是？很值得是不是？这个本来好像是169令吉，然后它 offer 了变39块，所以我赶快买。那上次我以前订的时候，我是收这个是这样的 color， 就是 chocolate， 然后下面呢它是米色，就是浅很浅的米色，浅的 chocolate 色。然后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比较美，因为它照片红色的啊，它很反差，就是跟这个很不搭调。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哎，39块就买啦，不用紧嘛，便宜嘛，就可以好像上班的时候可以用啊，红色也无所谓啦。那次我来的时候它的颜色那么的美，因为很靠近跟这个上面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比较美，所以很多谢那个人跟我抢那个浅的 color 的人，所以呢这个非常值得。Oh my god， 我真是很喜欢。你看你可以这样子放哦，你可以雕，然后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好像去上课啊也是蛮不错的。然后它是好像那种公事包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带去做工啊，然后里面也是可以放很多样东西，也有很多格，不呢很多暗格啦，其实你可以放你 lipstick 啊在这个包包里面，有暗格。哎哇，就是这个很值得，因为我跟我朋友讲，所以他们就叫我收它。那我觉得拍照你不能拍到那种感觉，所以我就 decided 做一个好的 video 给你们看的啦。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姐姐、我的妈妈也是觉得非常值得，然后他们就跟我讲，改次一再有促销，记得约我。好的，我会约你们的，因为约多一点你可以用它股份嘛。因为这一次呢，我买这四样呢，总共只是113令吉包，所以我没有那个资格去 claim 那个discount， 因为它会有给那种好像maybe 你过了150块，他会扣你20块 maybe 啦。然后我没有过，所以我就没有得用那个 discount。可是我觉得买这几样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discount 了，非常的值得了。对哈，你可以去 Zalora 的网站去看，好，准啊，大个准啊，快点放进你看，快点去 pay 哦，不要给人家抢啊。可是这个 bag 是例外啦，很谢谢那个抢掉的人，因为我真的很满意这个 color， 我就是喜欢全部一样 color 的。然后这个跟这个很接，今天 haul 的 video 就到此结束，拜拜。还有跟我的这个草兽拜拜吧，拜拜。